一个人远眺，看天空破晓。他说曾经上学的时候最让人羡慕的，除了考试成绩之外，会唱歌也能成为全班的风云人物。别看人家年纪小，但是随便那么一开口就能收获众多膜拜的眼神，用网友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优先获得择偶权呐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课堂上出现的好声音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陪我和说的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。这小男孩可厉害了，课堂上一首《酒干倘卖无》不仅吸引了全班的目光，成了感人之处，更是让旁边的同学都听哭了。可能感动他的不仅仅是歌声，更是那包含着爱的歌词，这样的情感才能直击内心深处。也许为爱要人在光天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泪，为你等待，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的2018年时，一位名叫韩甜甜的小女生火了，她在教室翻唱的歌曲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爱，直接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校园小歌手。而热爱音乐的她，经过一些专业的学习之后，更是登上了各大综艺节目唱歌，一首《飞云之下》充分证明了自己。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没少因为迟到而被罚站，但如今随着90后老师的上岗，这惩罚呀就变成了唱歌。而有些同学就凭借这个机会，直接用自己完美的歌声将惩罚变成了才艺展示，开口就惊艳全场。最后就来听一下吧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等待就让狂浪折射历史的瞳孔，印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。